朋友们，这就是黄南州啊，大象顶上顶个猴，猴抱个桃，啊，猴头顶上顶个兔，来，走喽，粮油，铜仁县粮油交易市场，粮油交易市场没多大，前面那就是古城啊，啊，哦，还有城门啊，你看那古，这个是古城城门，啊。看了吗，朋友们，底下这个大地方，这个房子有点藏族风格。对，做店，寺庙。是景区啊，啊，全国重点保护单位，啊。你看看龙屋大市啊，看啊，建于啊1301年啊，啊，1301年啊，这就是龙屋大市啊，龙屋大市始建于1331年啊，看看多少年了，这个相当的古老，都是的啊，它跟朗木寺啊，跟那个。啊，喇嘛寺啊，这都是相并美的，它下属30多个寺庙，啊，对，是转经长廊，转经长廊，看看这个大转经轮，嗯，这个龙是转经轮，这个转经轮都是木头做的，它这。看看别这个大转经轮啊，这个大转经轮大，这个大转经轮，看这些人是围着寺庙整个一圈的啊，对吧，他这个转经轮是木制的啊，哎，这大长廊。信仰都来这每天顺这个寺庙转一圈啊，他这个龙屋市也是相当在这个黄南州这块相当有名，他跟啊喇嘛灯寺啊和那个几个寺，这就是寺庙大门口了啊，这个佛莲花上种福啊，看看这些转佛的，这么多转佛的，这个寺庙占地面积也相当的可以啊，占地面积相当大，看这边整个这边全是转经轮啊，一边都是全是转经轮，看朝拜的啊，转山转水一起转佛塔，心诚则灵啊，从那边看看转经轮一直转到这边，这个大寺庙一起转佛塔，这个就是龙屋大市门前这个啊，转经轮的长廊，啊，这个长廊你看多长，长不长？看转经轮都木质的。啊。这个你看，这块也是都大转经轮的房子，转经轮的房子，大寺庙。